娱乐新世界，大家好，我就是壁虎变号水囊啊。全台湾呢有300多个乡镇，200多个渔港，形形色色，渔获众多，个个都充满着无限生命力。今天呢，壁虎来到北高雄，就是要寻找一种鱼丸，听说它是传说中最快的鱼丸哦。哎呀，最快的鱼丸，进来一吹 ，Let's go。那个是苍鹭，台湾最大的候鸟。哦，翅膀好大哦，惊死人。哎呀，这风太大了啊，这是。45度倾斜啊，好刺激啊！哎，你看那手，我射得比子弹还要快呀！两只脚，一双眼，探索海洋新感动，发现娱乐新世界。高雄，一个水文、海港、渔业汇集的城市，宜人的气候加上纯情又热情的人民，让高雄展现出多种人文风貌。但是你知道这个海港城市有什么精彩有趣的地方吗？赶快整理行囊，跟着节目乐游茄萣地区吧。今天娱乐新世界同样带大家来到高雄这一个海洋大城市，不过今天是要来到北高雄的茄萣地区寻找传说中最快的鱼丸呢、啊。最快的鱼丸，什么是最快的鱼丸呢？难道吃最快就不用给钱？还是这个鱼丸的弹性，弹到可以当桌球使用？哎呀呀呀呀！这个任务有点艰难了，没关系，现在我们就为这个任务出发吧 ，Go！ 茄萣地区是台湾历史悠久的渔村，不论是近海或是养殖渔业都十分发达，尤其每年的乌鱼更是这里的特产。近年来休闲渔业的风潮兴起，新达港更摇身一变成为最具有特色的观光码头哦。不过，最快的鱼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找鱼丸能来到渔港哦，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哎，前面有一堆人呢，他们在干嘛？难道在吃鱼丸？哎呀，今天可以看嘛哟。嘿，这位大哥，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我叫壁虎，编号。哦，哎，壁虎，哎，请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重型帆船的练习。重型帆船？那什么是重型帆船呢、啊？重型帆船就是它有一个压舱的龙骨。它可以承载当船要倾覆的时候的力量，所以当船要翻过去的时候，它可以反向像不倒翁的原理一样把它压回来。那一般这种船它分成竞赛式的跟休闲式的，那你一般在游艇港里面看到的游艇式的帆船啊，是它大部分都是休闲式的船，里面有厨房啊，有浴室啊，有厕所啊。这一艘是属于练习式的帆船，所以它不太适合做很长距离的航行，不过可以让学生们，让一般的民众可以体验到重型帆船怎么操作。像今天啊，我就是要让学生们在新达港这边做航行的练习。航行练习要出海哦，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哦，当然可以啊。那今天我就请那个宏达船长带你出去体验一下。宏达船长，好好好，好，出发。由于新达港转型为观光休闲渔港，港内设施丰沛，其中水上活动又以重型帆船这种安全性高又具有放松休闲的海上体验活动为主推。台湾目前也慢慢的在推广这类型的运动，非常适合民众前来。伴着粼粼的夕阳光影，乘着重型帆船，看着新达港的美。船长，啊，船里没有引擎，没有引擎就没有动力，你哪行啊？就是他们，我们现在两张帆是靠风，嘿，来作为动力，然后往前走。为什么有风它就会往前走呢？因为我们两片帆是用百母力定律的那个效应来跑，对，就是像机翼的效应，对，机翼是平的，这样。对，风从前面来，我们飞机就会往上倾斜。哦，那倾斜，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把机翼变成直的。机翼变成直的。然后风也是这样吹来。风也是这样吹来。然后它就会往这边，就是往机翼凸的方向来走。风一吹啊，那个船就会倾斜。对对对。倾斜它就会变快。对对对。啊，因为它不倒，原因是因为它下面有一只龙骨。对对对。啊，船长，啊，你拉这条绳子是干嘛？就是我们这条绳子是控制主帆的那个方向，帆布，对，主帆的帆布的方向，对，就是顶风的时候，逆着风的时候，我们要把帆拉进来，顺风的时候要放出去。哦，顺风的时候要放出去。对。啊，你这个是在打挡吗？控制方向的。控制方向啊。对。啊，如果你现在要去某个地方，刚好逆风怎
怎么办？逆风就是如果风从这个方向来，我们就是要走 Z 的形，那个走 Z 啊？对，是字形。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风就是一定要吹到这两面帆受风，但是如果你正顶到风的话，风就吹不到这两面帆，那怎么办？这样就动不了，所以我们就要走之字形，就是它侧面船的侧面会受到风。哦，对，行，我们要转边了，好好记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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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风太大了啊，船一直往前进，现在是45度倾斜啊，45度哦，要冰准啊，哇，好刺激啊，嘿嘿。哎，船长，啊，现在风很大啊，整斜一边哎。不会，没关系，因为我们下面有龙骨，有龙骨，所以它不会翻掉。不会翻啊？真的吗？不要骗我嘞！真的。然后主帆，这主帆可以控制它平衡，就是也可以再倒回来。哦，如果主帆放的话，它就倒回来了。一般的重型帆船一次可以搭乘十几人，算是国内相当特殊的海上休闲体验。如果你也想要体验刺激又好玩的重型帆船，可以向新达港区域会洽询哦。哦，海风吹得太舒服了，太刺激了，准备困去啊！啊，船长，现在我们回来了。对啊。哎，大哥。哇，壁虎大哥，好不好玩？哦，太棒了，太棒了，太刺激了！你看，我头发都被这个风给吹到歪掉了，这太刺激，太好玩了。大哥，你这个重型帆船哦，虽然是很快，不过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哦，要找比这个帆船更快的一种，叫做鱼丸。最快的鱼丸，你敢不听过？我很不听过呢。安尼哦。但是我们这边哦，确定湿地附近有很熟悉当地环境的达人。嘿，你可以过去那边问看看。安尼哦。大哥，今天实在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期待再相会。谢谢。好。那一只那嘴巴哦，弯弯长长的哦。那个 M 本我们台湾是没有的，是从埃及进口来的，台湾最大的候鸟，你可以看。最快的鱼丸，什么是最快的鱼丸呢？我只听过最嫩最 Q。阿基哥，我你讲话哪有人你跟我输啦？请你讲话，请你讲话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对。为什么小声一点？阿你是你做啥子？俺今麦在赏鸟，所以爱袂使小大声。赏鸟。嘿，对。对哦，在这里，我们在前进湿地有很多鸟。啊，现在我们现在是在看鸟，在赏鸟，所以麻烦你讲话小声一点。这里可以赏鸟哦。对。为什么这里会有鸟啊？有啊，这里是高雄前进湿地，所以这里很多水鸟。很多水鸟啊，所以我在这边看呐、啊，阿水要小声一点。啊，大哥，阿你拢用这台看鸟啊？很是啊。阿鸟看一下好啊，你看。有哎，啊大哥，但是那边有一只大只的，白色全白，那是什么鸟啊？那是大白鹭啊。大白鹭、啊。大白鹭也算候鸟的一种。啊、哦，它脖子很长哎。对对对。很像长颈鹿哎。对，它伸回来就 S 型，它伸高高的就一条细细长长的，很长的。真的耶。对。那一只呢？头黑黑。屁股黑黑，啊，那个嘴巴哦，弯弯长长的哦，就是一只狗哦，啊，竟然会剁掉，你不爱爱叫？那个是埃及圣环，那个 M 本我们台湾是没有的，是从埃及进口来的，啊，结果从笼子里面飞出来，啊，就在我们台湾繁殖开来，变成很繁盛的第一种鸟类，而且我们现在台湾人都没有看过，所以对它都觉得很惊奇。哎，真的耶，这里怎么特别多啊？啊，因为这边有它的食物啊，它有青蛙啦，很多，还有一些鱼，所以它在这边吃啊。这个埃及鸟吃青蛙是没有错，真的假的？对呀、啊，没有错，它是肉食性的，所以在草里面、水里面找青蛙，还有胡兽螺。那你我看麦，我看麦。别歹看。这只鸟好特别哦，它好像什么经济独立哦，有，它脚会翘起，好像在跳芭蕾舞哎。嘿，哦，对，那个是高跷很。高跷脚长长的，它所以然后可以乐卡叫，它身体是白的，然后翅膀是黑色的，很会叫。啊，为什么它要一只脚要在那边翘翘开连翘翘啊？啊，伊两脚徛了上，跳伊用外脚徛，它开都脚开在徛脚卡。哦，安尼哦，嘿啊，跟阮阿公同款的，神经无好卡，往脚徛。哇，你们这里鸟真的好多哦。对啊。安尼，我继续看一下。好啊，你看。这群比较特别哦。怎么会一起游泳？那个什么鸟啊？那个是水鸭。我们是茄定湿地，是水鸭很多的地方。它水里面有很多食物，它都在吃里面的食物。你看它们溜溜溜溜，就是在溜水中的
鱼虾或者是水藻或者胡寿螺吃这样子。它翅膀有那个，怎么会有绿色的啊？对，它有一片绿色的，那个叫翼镜，那个是小水鸭。小水鸭现在是冬鱼，它看起来就很朴素，但是到了那个春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华丽、很漂亮的一个环子鱼。这小水鸭是九月就有来的，然后到隔年的五月才会走。阿尼奥，那边还有更大的鸟，我们去看好不好？还有更大的鸟？哎呀，对呀、啊。哎呀呀，不错哦，今天给。大哥，这里好大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湿地啊？这个是从以前日据时代他们就有在这边开花，那、啊、这是来海节博婚，在这边开花盐田，所以开花了一大片。那到盐田没有晒的时候，开花情人码头那边的土就放在这里，啊，所以这里就形成一个湿地。茄定湿地是一个复合型的湿地，由降雨所形成的内陆淡水湿地和海口的半淡咸水湿地所组成，形成一个因雨季消长的湿地生态。滨海的湿地除了有丰富的自然生态外，更能发挥制洪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哦。人讲一枝草一点露，看到鸟啊就走无咯。为什么？因为这里鸟实在太多了。大哥，这里鸟大概有多少只啊？多少种啊？我们这里的鸟类，我们调查过的有132种以上，然后数量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20000只。那雁鸭科呢？雁鸭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只，剩下的都是其他的翼龙科，还有一些其他鸟类这样子。哎，这鸟是数万数千的哎，没有错。啊，这里有多大？这里有170公顷左右，很大哎。对，很大一片，所以可以聚集很多的候鸟，很壮观的。所以这个以后也不会再被开发掉了吧？对，现在我们内政部已经公告它为国家重要湿地，而且也把它通过为茄定湿地自然公园了。看我们的政府多用心，又多一个生态环境给大家欣赏。那大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往前找那个更大只的鸟？哦，不用了，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再往前走，它就会飞掉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用望远镜来看就好了。这边哦，嘿，对，那个是苍鹭。苍鹭哦，对，那假的。台湾最大的候鸟，你可以看。哎，是大大只那一个吗？对，灰色的嘛。对，它是97公分，然后它就是9月份就会到台湾来，然后到7月份，有时候7月份才看得到它。它是最早来、最慢走的一种候鸟。那它在到茄定湿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它几乎都是站在那边休息。它在繁殖地，它很繁忙的养它的小孩。然后到茄定湿地来的时候，就在这边吃完，它就休息。在茄定湿地呢度冬养肥，然后再回繁殖地去生它的小宝宝。哦，度冬养肥嘞，啊，比人更加好命嘞。没错。所以大哥，你的意思说，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生态，让这些鸟来这里休息，来这里吃东西，对，那、啊、简直就是鸟的度假村嘛。没有错。啊、哦，所以如果你要看鸟的话，记得来这里哦。哎，比如，你看这边也有鹭鸶林，你看，鹭鸶林哦。对。哎，看起来似曾相识，红树林。螃蟹岛，我的家乡。五行。大哥，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红树林啊？哎，这个是我们是内海的部分啊，所以内海会长红树林。哦，内海就会长红树林、哦。对，我们这里是优树种，是那个海茄冬。哦啊，为什么这个会叫那个鹭鸶林啊？因为它这边有鹭鸶在这边繁殖，夏天的时候会很多很多，跟夜鹭加起来有几乎到2000只以上的。2000只以上、哦，对，他们都会跑到这里生小孩。生小孩啊、哦？对。所以它就叫做鹭鸶林，或者是叫做鹭鸶社区。鹭鸶社区，哇，这个名字不错哦。对啊。从台南四草一直往南延伸到七股、台江与北高雄的茄定和永安湿地，这一大片的生态教室是台湾珍贵的资产，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一切，保护我们所爱的家园哦。大哥，我今天哦来这里有事，要找一种最快的渔文，阿里巴天阿贵哥。哦，这里可能还可以兴达港观光鱼市场去找看看哦，那边有很多在卖鱼丸的。阿尼哦，嘿，是呀、啊，兴达港观光鱼市场啊，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吧。好吧，走。你准备好了吗？好的。3、2、1 ，Action！ 哦，你看他手啊，有，我这个子弹啊，我射的比子弹还要快。现在呢，比如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兴达港的观光仪式啊。听说哦，这里很多生食跟熟食的这个摊位，还有很多的海鲜餐厅供这个游客品尝哦。不过我今天要找的鱼丸到底在哪里呢？哎，鱼丸，我看到有人在做鱼丸的。哎，鱼丸，
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全台湾最快的渔网就是这个。哎，你看那手啊，有，呜、哦，我射的比子弹还要快呀！我惊死啊！刚刚这是不是人，是机器，不可能先看一下。哎呀妈，那真正是人，这是这，停！哦，停个伤紧啊哈，起码手都无法停下来，停！哦，这，好，给你，嘿，请问一下你嘛，你制作这个渔网的过程，这些功夫学了多少年了？三十几年了，哈、哦，有三十几年的功夫，你有没有听到？你一天可以挤出多少颗？没有再算了，大概了。几万颗吧。几万颗，干部颗粒的代志。啊，你阿伟，一天可以做几万颗哦，太恐怖了吧！看看这位大姐的架势，一颗颗的鱼丸乖乖的从她手里跑出来，一分钟不知道可以做几颗呢？我们就让壁虎来实际测量看看吧。等，现在呢，我们一分钟就可以测试这一个姐姐可以做出多少颗，你准备好了吗？好了。三、二、一 ，Action！ 你扎西哥拉切维高扎，扎一扎米扎扎扎西扎哥扎拉扎七扎八扎高零扎，你扎你西你哥你拉你七你八你高三扎三一三一三扎三西三哥三拉三西三八三高四扎七七你西三四七七哥七拉七。各位观众，我们绝对没有做快动作的效果、哦，你所看到都是真实的速度，真是太快了。163、164、165、167，停！哦，168，哦呀呀呀！哦，这个姐姐太厉害了，一分钟可以做出168颗鱼丸，这破了全世界纪录，被传播底下抢去奖的哦。哦，姐姐你太厉害了，姐姐。二姐今日去送嘛，会当更加紧。这个叫二姐，阿丽嘞？大姐哦。哎，对。啊，哪更加紧？一天是当做几粒吧？两三万颗。两三万颗、啊，一个下午，我听到不？哎，啊，你们这个原料都从哪里来的？是木鱼浆自己打的，然后我们做石木鱼鱼丸的时候了哈，是，伊啊伊是用骨髓是用手工拆雕，鱼皮也是手工，都爱用手工拆雕，这鱼丸是新鲜的，是吧？认真。哦，因为大姐的意思说，这个石木鱼要用来做鱼丸哦，一定要用手工去骨，不然哦，那骨头拔不出来。你看这个大姐好有良心，好棒哦！我良心本来就很好了。我的石木鱼丸，你讲过吗？哎呀，哎，真正干呢。嗯，好香，好新鲜哦，丢嫩弹牙，太好吃了。啊，大姐，我看这个二姐哦，她这样做的鱼丸呢，好有趣哦，我可以不可以试试看？可以啊，做看啊。啊，二姐，那个鱼丸要怎么做？你要教我啊。好啊，按胶套嘞，就先搞护护脚。护护脚。哎，啊，杀了以后嘞，倒倒啊，就啊，就直接一压它就会变成圆的、哦。对，直接后靠出来，再手抬脚啊，哎，好，啊，到安尼虎口张出来的，直接。安尼哦。哎，对，哎，哦，那个这罐洗的就可以了，这罐洗的要紧了，哦，吹了，好，阿来我哩做，阿来我阿做，哦，来，哦，哎呀，现在到我做鱼丸啦，啊，阿给收收诶，收收诶，阿呢，阿手戴嘞，戴了，哎，阿戴无够鱼的那个绑，无够鱼哦，哎，手个绑鱼，阿个戴起来，手安尼戴起来嘞。安尼抖音啊！哎呀，一颗圆圆，你没看到？哦，安尼抖音啊！哎，对，安尼，哦，那差侪啦，你用安尼背来变面，安尼哦，哎，安尼戴安尼，戴安尼，用啊塌起来，哎，塌起来，跳，塌起来，跳，啊，再平来，啊，大细大概经过平均，哎，安尼对。现在热身完了，这个二姐哦，一分钟可以做出160几颗，那我一分钟可以做出多少颗呢？大几十吧。好，我们开始。好嘞哦。嘿，开始。嘿呀！哎呀！哎，变好啊！看你这个速度吼，人客应该都要摇摇死啊啦！要做这个鱼丸哦，不是你想的遐尼简单哦。我看啊，你也是搞我乖乖做主持人就好啊哦。姐一分钟可以做出160几颗，啊，我一分钟可以做几颗？第几颗？11颗吧。11颗哦，啊，大哥二姐你太厉害了啦。没关系，今天我只是来体验的，真正的师傅就在我身边这位二姐。二姐，你这个一分钟可以做出160几颗的鱼丸，你心里有什么心得呢？很累。哇，这就是传说中最快的鱼丸啊！这下我们总算大开眼界了。没想到新达港观光鱼市还藏有这么一个地方，老板娘坚持用最新鲜的石木鱼浆来制作鱼丸，
让买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美的石目鱼滋味哦。哦，所以这个捏这个没有什么技巧了，就熟能生巧吧。对，虽然我捏不行，但是我叫卖行，我帮你背，好不好？嗯。哦，安尼啊，我帮你背啊。我给你背哦，人客就来啊咧！来来来哦，进来看，慢来你看一看，啊那看无你再看录音带，来各位乡亲士大，哎，听着我的声音哦，四步做两步行，两步做一步行，上山上车，可以啊！先弄到啦，阿妈你看，你看拢结出来，拢结出来，拢过头啊！哦，哦，水鲜太好了，吃袂着心肝的家己哦。新达港观光鱼市每天大约三点多陆续开市，每逢周休假日更是人满为患。除了品尝与购买新鲜的鱼货之外，还可以来瞧瞧最快的鱼丸哦。阿公在吃鱼丸，阿公，阿你鱼丸有好吃不？好吃，好吃。阿你今仔日买几斤啊？三斤。三斤是要好像吃。我倒来吃。啊，这位大姐，你今天是来这里买鱼丸的吗？是的。啊，你今天买了多少斤啊？100斤。100斤，啊，买来要干嘛？买去送人啦、啊。买去送给人家。这个人家北部交代，中部都交代要买这个的。来，吃一碗中奖丸啦、啊！趁钱趁未完哦。新达港在政府的努力之下，结合了渔业、娱乐、休闲、美食、美景等，让渔港呈现出多元的功能性，使民众能够更加的亲近美丽的海洋哦。介绍的北高雄茄萣地区你还喜欢吗？下次来到这里千万别忘记 Bill 今天给您所介绍的行程哦。娱乐新世界，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拜拜。今天的娱乐大玩家单元要告诉大家茄萣地区要怎么玩哦。首先你可以选择到新达港情人码头，这里周遭完备的硬体设施可以让你休闲的享受舒服时光。如果想来点刺激的，可以选择这里的水上活动，重型帆船、独木舟、风浪板都能满足爱玩的你哦。如果想要体验自然生态，在茄萣湿地这里，你可以来一趟赏鸟生态的自然之旅，准备好相机、望远镜、鸟类图鉴，你也可以成为一位鸟类生态的观察家哦。肚子饿了，可以选择来到新达港观光鱼市，这里有生食、熟食小吃摊以及海鲜餐厅等，提供你最新鲜好吃的在地美食。填饱了肚子，别忘了买些伴手礼回去哦。这里面好像有在滴水，是不是？哦，这叫忘情水，被这个水滴到啊，会带来一些好运啊。身边后面这条就是很最特别的，它古老捕鱼方式叫做蹦灰啊。蹦灰啊？哎，蹦灰啊。它是有什么东西会蹦、啊？你看哦，这条是给车开的吧？怎么可能给鱼走？跟你讲哦，在日据时代这个路没有那么好哦，有鬼火。所以说日本人也怕死，他说他不敢走这边，